还那么小，在那么黑的地方，你等不到妈妈，妈妈也恨自己。珍珍，你生妈妈的气了，对吧？不可能不生气，你一定是怪妈妈了。为什么没有看好你，让你掉到水里去了？为什么大水冲走你的时候，妈妈没有使劲拽走你，对吧？这确实是妈妈错了，妈妈对不起，妈妈没有尽到做妈妈的责任。但是你走了以后，妈妈无数次的想，如果妈妈能替你被大水冲走，把你留下来，那该是多好。可是妈妈只有一双手，妈妈真的没有办法。妈妈是想先把姐姐救上岸，再下来救你。可是你还那么小，在那么黑的地方，你等不到妈妈，你该有多害怕，该有多恨妈妈，是吗？妈妈也恨自己。你知道妈妈为什么一直没有勇气这样做吗？不是妈妈怕死，不是的，妈妈真的很想见你。你知道妈妈不光是你的妈妈，妈妈还是顿顿姐姐的妈妈。那个时候姐姐也很小啊，姐姐在成长里边需要妈妈呀，她会不会被人家欺负啊？是不是好好学习呀？会不会早恋啊？将来找什么样的男朋友，和谁结婚，生一个什么样的宝宝，都需要妈妈的帮助。所以因为妈妈知道你，静静不用了。静静，你不再会调皮捣蛋了，也不会早恋了，也不会找女朋友了，也不会结婚了，也不需要妈妈了。妈妈对你真的是很放心的，知道你现在是一个很乖爱的孩子了。妈妈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爸爸因为你的离去，爸爸几近崩溃了，妈妈也特别害怕爸爸，于是妈妈就选择了留下来。今天妈妈跟你说了这么多，你肯定听不懂，你还是个孩子，你只要能听懂一句话就可以了。这就是妈妈很爱很爱你。妈妈没有爱够你。Thank you.